你是谁派来的？电玩宅速配，我是吗？不是晴雯。去年推出备受好评的莱莎的炼金工坊，先前啊就一直不断的传出会推出新作的消息，就在昨天，官方终于公开了这一部新作的最新情报。看下来啊，实在是有够香的啊！果然，大腿的魅力无法挡。电玩宅速配早餐，边看边吃拿好康。PS4、Switch 主机等你来拿。相信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去年那红极一时的大腿啊，不对，我是说莱莎的炼金工坊啦。这次所公开的续作《莱莎的炼金工坊二：失落传说与秘密妖精》，打破了炼金工坊系列不使用同一主角的传统，沿用了大家都喜爱的莱莎担任女主角，玩家们将再次伴随熟悉的伙伴，一同踏上未知的冒险。游戏故事背景发生在前作结尾的3年后，长大成人的莱莎将与伙伴们再次重逢，并展开全新的邂逅。除了基本的系统之外，本次新作也加入了潜水取得素材等设定，让玩家们有全新的游玩体验。游戏预计将会在今年冬季上市，官方也宣布将会在本月29日公布更多消息。喜欢莱莎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不要错过电玩宅速配给您带来最新情报哟。ライザのアトリエ2失われた伝承と秘密。